天地走，一杯酿羊甜。大漠的孤雁，拥抱落日圆，在天的尽头，月圆了。映着脸，醉了套马杆，心随天地走，寻找那大光。情愿你在那姑娘问遮天，在天的尽头，月圆。映着脸，走马赤了窗，赤了窗，阴山下，天似穹窿盖四野，天苍苍，野茫茫。风吹草低见悠扬。好听吧，大家跟着唱啊，跟着唱。好，这个大概的一个示范啊，因为一个也是没开声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，第一天，第二天吧，特别难受啊。我主要把力量留给大家教学，就是教大家唱，咱们呢就感受一下啊，感受一下。像这种南北朝啊，它这个乐府的民歌其实有很多都是非常好听的，包括我们之前一直都有
了解到的那个《长相知》，上啊，这都是属于乐府民歌哈。这个版本它的原唱还是叫什么来着？吴孟雪对吧？啊，吴孟雪，这是他在青歌不是青歌赛金钟奖的时候比赛的时候唱的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调高，就是可以自己自行降半个音，或者一个全音都是可以的。如果大家在这个伴奏上啊有一些搞不明白的，就在群里艾特助理，好不好？助理老师叫他给大家处理一下，这个都没有问题啊。大家一定要感受，就是这个歌带来的美，而不是去跟这个高音较劲。如果真的是努努力，还是会差的比较远，比如那个 high C 比较远的话。咱们就可以往下挪一挪啊，挪一挪，就是没有必要因为一两个音去失掉整首歌的这个意境的美，好不好？对，它是到升 C，它不是到 High C，比 High C 还高。大家现在手上都有谱子了吧？这个《敕勒歌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在群里面艾特一下助理老师啊，王芳老师助理，大家去跟他要一下，应该是都有的。我前面唱的是降 A 调的，谭维维的那个版本，我认为非常好听，就是我个人是觉得那个版本才是非常顶级的。但是因为谭维维他是，有点原生态唱法去唱的，不太适合我们整个这个教学的一个风格，还有就是大家的一个现在目前需要建立腔体这样的风格，所以不以他的版本为主要参照，我们还是去看一下这个吴孟雪的哈，吴孟雪的。就谭维维唱歌，我觉得在我心里是属于就是特别顶级的那种，就确实这么多年也就出了这么一个人，就之前姚贝娜也是特别好，但是就很可惜她不在了，但是这个谭维维的确实是太尖端了啊，就他是属于个性化的一种发挥，就不太适合咱们现在一个教学，就是在学习打基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，不过咱们打基础能唱这样的歌，已经是非常牛了。我相信大家努努力都是能唱下来的。金婷婷呢也不高，可以的，可以的啊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前面"心随天地走"啊，"心随天地走"。那么在这第一句里，大家会发现"心随天地"整个都是一个。一母音的啊，一母音的位置，所以大家在唱这首歌之前，可以先把一母音自己去开一下啊。比如说，你只要把这个一母音的位置去给它固定好了以后，我们直接带到这个歌词里边，心随天地走，心随天地走。大家发现"一杯牛羊牵"这几个字里面全部都有"一”，全部都有"一”，所以注定在我们唱前两句以及整个你进唱的这个第一段的时候，我们的口腔都不能张得太大，因为一旦你张大了，"一杯牛羊牵"。整个你的意境就被破坏了。我们要像什么呢？像这个徐徐吹来的微风，划过这个草的尖儿啊，这样摸过去的感觉，不要一下啪吹过来，草就倒了啊！不要是这种感觉。大漠也不要唱成大漠，别往里抠啊，往前唱。大漠的孤雁，拥抱落日圆。落日圆的日子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落日圆的日是一母音的共鸣，所以不要拥抱日圆，掉到下巴上是不对的啊。落日圆的日，我给大家画一下。
大家自己可以在谱子上写啊，落日圆，日是在眉心的一母音，拥抱在这个基础上去开唱这个啊，不要抠回来，不对啊。落日圆的日啊，尤其是这个，大家自己画啊，我这个屏幕字儿太小了。好，在天的尽头，这个要唱的啊，不要唱地尽头，唱地尽头不好听。这个重点是什么呢？不要加装饰音啊！哎，秀姐晚上好，刚好讲到这个与月亮聊天那儿了，在天的尽头说什么呢？不要去加装饰音，不要在天的尽头与月亮聊天。这样的话你会越唱越累，一定就是把你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你最想要的那个音上就可以啊。这个大家懂啊？懂的话就给我打一波懂了啊。聊天就跟我们说话是一样的，不要开大，不要聊天天，这样一下位置就掉下来，而且非常散，不好听，这个姑娘的感觉就没有了。虽然说我们都不是这个十六七岁的样子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唱得非常的稚嫩，就是我们才是这种一种春心荡漾的一种感觉啊。啊，天特一很重要，把一母音震响，再去唱 n 啊，不要抠到口腔里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舌头后面的这儿不要去使劲儿啊，要往脸上去有一个找共鸣的感觉，这个面罩的这个感觉啊，聊天啊，出来了。好，篝火映着脸，醉了套马杆。篝火映着脸，你看，篝火映着脸，不能唱篝火映着脸啊，映不能这样。篝火映着脸，很多人是容易这样的啊。如果是北方人有口音的话，或者是舌根比较硬，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。要唱一啊，映映，再到鼻子里。篝火映着脸，醉了套马杆。这个杆，我们要把它唱成一个，怎么说呢？一个口型是这样，椭圆形，不要立起来，不要杆。在这首歌里面，有点草原风的这种歌里面，不能唱的太竖，就是太往艺术歌曲上靠，这样的话它会破坏它的风格。一定是要往非常质朴、非常直白的这样的一个咬字上去唱啊。篝火映着脸，醉了套马杆，杆。明白的哈，明白的，要往前唱。好，接着还是心随天地走。我们发现这一段的旋律跟咱们刚才学这段有点类似，有点类似就代表什么呢？它是属于一个主歌的 A2 部分，就是第二段的主歌。我们所有的力度都应该再向前走一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你的音量要再放出来一点，也就是你的情绪要更加饱满一些。啊，醉了套马杆啊。好，从肝心随天地走，这个你的音量要出来，但是位置不要动啊。心随天地走，寻找能达观。哎，爸爸，
寻找那达官这个重点，那达官是，哎，阿母音，那达官三个字，口腔需要张成同样的大小。从寻找开始，力度要向前推，啊，心随天地走，寻找那达官。从寻找。就已经开始，你感觉要找到了，所以你的情绪是很有推动力的。寻找那达官，好，更着急了。情缘你在哪儿？又问了一遍，对不对？情缘你在哪？姑娘问着天，姑娘问着天了，姑娘不知道去哪儿找。问了，跟月亮聊完了以后，哎，跟月亮聊了这么长时间，还是没找着啊！我就去问天空，天空是什么？辽阔、深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感觉，整个你的这种气势就要去与天空接轨，啊！情愿你在哪儿？姑娘问着这一段整个就是一个像。重点去向重音去有一个推动的感觉啊，喜欢这首歌哈，人家说喜欢，大家都喜欢。大家会发现这第三套课里面我选的作品，个个都是很精品的，它代表着都是不同的一个意境啊，风格不一样。所以大家跟着学，就是把你的这个整个的叫积累的风格和曲目。都去上一个档次，你会发现你的能力会配合着，就会增强很多。来，在天的尽头与月亮把盏，就是跟在天的尽头又找月亮去了，找到了这个月亮，先问着天，非常大一个辽阔的感觉，你突然间你的视野放到了天的尽头，那里有一个月亮啊。可以不要你，如果那个颤音加的多，大家会觉得很，就是审美疲劳啊！你不能看看天啊，不要这样啊！聊天跟月亮聊天的这个颤音在这儿呢，等着啊！姑娘问着天那里不要加啊！既然你在那，姑娘问着在天的尽头与月亮把盏，这里你要有一个颤音啊，有一个颤音。你记住，一个技术，一个特色，不能在歌里反复使用。这样的话，听者会审美疲劳啊，会审美疲劳。就像很多人唱流行，老是用那个懒的、懒洋洋的那个，你会发现一个歌你总这样用，大家会觉得。就闹耳朵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适当的时候把技巧用出来才是非常高级的，不能一直用，好不好？呵呵，与月亮把盏，这个"盏"字抖一下，盏，篝火映着脸，还是映着脸啊？走马敕勒川。这个地方很重要，因为它要向前起到一个推动啊。走马敕勒川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敕勒川。这个地方是一个重音，重音，所以我们的音量又要开始了。把盏先收回来，与月亮把盏，有点向前了。篝火映着脸。走马敕勒川，从"川"字儿不要"川"，不要加这个东西啊，加了的话就又麻烦了。走马敕勒川，走马敕勒川，把你的共鸣整个音量放出来，放到多大呢？你的敕勒川，你用多大，你这儿就得推到多大，它起到一个无缝的衔接作用。走马敕勒川，敕勒川，
家发现，从这儿开始，你的腔体就开始趋向于一个竖立的感觉，就不能再干干巴战，就不能是咧的了，对吧？不能是一个白的这样的说话啊。敕勒川，你的勒字就应该直接往里过了。敕勒。你看他唱的是勒俄，不是勒俄川，从俄到啊就不好唱了。敕勒勒川，你的勒字的最后的尾巴其实就是你川字的位置啊。这个懂了就打一波懂了啊。敕勒这个大家要唱成敕勒，要这样唱一个勒呃啊，大家要感觉这个字儿呢，读这个读音，不要唱成敕勒川，你会发现软腭抬不上去了，上口盖抬不起来，这样的一个感觉哈。敕勒。也是同样在一个竖立的状态。好，天似穹庐，天似穹庐，天似，似是什么 ？S I 一母音的共鸣，我们直接就唱天似穹庐，天似穹，穹穹，它也有一个一母音，所以我们把它的距离，虽然它有八度的这样的一个音高的差距，但是我们要把位置去捏在一起，尽量让它们离得不那么远。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，四野这个字儿不读野啊，这个字儿读野。因为在古汉语中，这个字就是在乐府民歌里面，这个是读哑的啊，大家记住了。笼盖四哑，从唱完笼盖，在四哑前面去换气。笼盖四哑，你这个哑是可以抖出来的，抖出来的也可以稍稍的扁一点。都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个风格允许这样，但是刚才那个高音它不是一个延长音，所以我们需要竖立起来唱，为了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状态要奠定一个基础啊。